哎呀，秘书长大人糊涂哦，做这种安排，你也别太得意了。看来，大人相信的只有深谷大佐一人呢。怪不得个个都说跟着深谷大佐，前途无量啊。哎呀，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。深谷大佐前两天来找我办一件事，说办好了，中佐的位置就是我的。他还还说说，什么？说呀！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是要去告发我吗？你去告啊！你都要告发我了，你就是我的敌人呢。我为什么要跟我的敌人说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俩怎么会是敌人呢？昨天晚上我跟你闹着玩的，啊，听说你正在寻找你姑妈的下落，我呀。可以帮你搜集消息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两个交换条件，怎么样？嗯，我考虑考虑，就是这样。早川君，今天中午秘书长找我，我刚去了也没看见他，你见着他了吗？哦，那个时候，小田秘书长正好被那个总领事大人叫去后边的士兵楼了，他现在应该在办公室。哦，谢谢啊。报告。野村大人、早川大人、秘书长大人叫你们过去，走吧。他们肯定有什么事瞒着咱俩。咱们在这是什么身份啊？外人，中国人，没事瞒我们才奇怪呢。也是个问题，但我总觉得。野村和早川要一日不出，我们怎么也接触不到秘书处的机密活动。每次都这么偷听也不是办法，特别是那个野村，每次我看他的眼神都那么坏。真的，今天早上他还拿昨晚的事来威胁我呢，幸好我把他给唬住了。但是我不知道还能唬多久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也是个问题。啊。你又发现什么新问题了？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军部那几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。今天野村又跟我说，领事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安排？他还说，能帮助我们找到姑妈的消息。今天早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们故意瞒着不告诉咱俩。哦，难怪你故意问早川，小田中午到哪儿去了？你对这里这么熟。好好想想，他们俩到后面的士兵楼去干什么了？后边的士兵楼，那就是士兵宿舍呀。哦，还有个仓库、浴室、医务室。小田和宫下肯定去医务室了，我们俩去逛逛。不去，我已经决定再也不跟你配合行动了。反正你老说我跟你作对。啊！大佐，那么巧你也在这儿啊？纳兰，你不在秘书处，跑到士兵楼来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许笑我啊！好啊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每天下班啊，要回到新园之后才能洗澡。那一天忙下来，身上又脏又臭。我不听说这楼里面有个洗浴房吗？我是想到这来洗个澡。我早就知道，
你会做出很好的成绩，就看你用不用心。你要是用心的话，我的房间就有很舒适的淋浴房，你随时可以去用。大佐对我真是太厚爱了，这事儿啊，以后我去找您深谈，顺便再参观一下您那个舒适的洗浴房。那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要想办法除掉小田的左右手。野村和早川一天不出，我很难接触到秘书处真正的工作，更别说取得小田的信任，谈取密码本的下落。可密码本不是在宫下手上吗？你想从宫下嘴里得知密码本的下落，比撬开小田的嘴难多了。还有东，你如果想同时除掉野村和早川两个人，这样肯定会引起宫下和深谷的怀疑，说明他们对你们有所顾虑。我建议先杀其一，另外一个必然成为众矢之的，这样对我们更有利一点。有道理。而且深谷和小田面和心不和，在领馆内部很少有人向着深谷，如果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往深谷身上推，小田一定会相信的。那我们要选择哪个下手呢？选早川吧，比较下来野村就是那种又阴险又毒辣的人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会做那种排除异己的事。我觉得还是野村吧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一来野村比较难控制，如果我们把他留着，他未必会按照我们预想的行事；二来你如果想造成深谷和小田的矛盾，就更得先杀野村。大家都知道早川不懂谋略，而他却能够做出排除异己的事情，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他背后有高人指点。我觉得还是先杀野村。就杀野村吧，他居然用刘六子的事来威胁我，不杀他杀谁呀？东，我怎么感觉你在公报私仇啊？什么呀，我这叫一石二鸟啊，不是应该叫借刀杀人吗？哎，老艾呢？还不出来？我还要回领事馆呢。死胡同。死胡同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对，我要拿东西，你先走，门我来关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把门给我带上啊。哎。
南兰，放开他，是我让他们来试试你的身手的。总领事大人，我们看到了。怎么，你再不放他，他就淹死了？你下手还真不轻啊，宫下总领事，我曾经来领事馆学习，没有什么功劳，但我也没有犯过什么错吧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来试我的武功。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白白折损几个同事的性命，都划不来啊。这不怪你，是我的意思。这几个士兵，是为了帝国的事业而牺牲的。我会好好抚慰他们的家人。不过，对你的试探，希望你不要太介意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，你知道的。近来上海的反日情绪高涨，虽然雅典娜好像收敛了不少，可是以他们为榜样的反日团体依然层出不穷，弄得我们是应接不暇。所以，趁你今夜留宿在领馆，我就让他们来试试你的身手。或许以后你不小心在半道上碰到什么奇袭，也可以增加你的存活率。啊，原来是宫下总领事您用心良苦，倒是纳兰东太不懂事了。报告。走。纳兰局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睡不着，想不明白，所以来找大佐请教请教。到底什么事啊？宫下总领事在我洗澡的时候派人攻击我，等我把人制住了，他又跟我说这是在锻炼我的身手。要不您就跟我直说吧，你们是不是不信任我？我不知道有这件事，可能是宫下大人临时起意的。我哪儿得罪宫下总领事了？说到得罪，应该是不会的。在你进秘书处之前，我跟领事大人都很看好你。纳兰君，我们也希望你能在军部跟我们一起创造功业。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我感觉到的完全不是这样的。在秘书处。
纽带吗？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你们要跟我说，你们不说我哪知道啊？纳兰，你别着急。你跟琉璃子救了千叶博士之后，我在上海的各个出入口都设立了关卡，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携剧毒离开上海，这就证明他们在上海有自己的实验室。纳兰君，只要你找到这个实验室，我叫你带着兵去销毁它，总领事大人一定就没有顾虑了。好，这任务我接了。对不起，成果，谢谢你。叫我幽兰好吗？幽兰。对了，我对那个千叶博士很感兴趣。那么优秀的一个将军，为什么没有在军部任职呢？千叶博士十分能干，但脾气却很倔强。因为十年前的一桩灭门案，他也被革了军职，从此再不能入军籍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让一个那么优秀的将军终生不能带兵，郑重的惩罚。十年前的反战将军，怎么一回事？你给我说说。对于这件事儿，纳兰君最好还是别多过问，对千叶博士多尊重一点就行了。不要对他太感兴趣。绝密档案不是应该锁在保险柜里吗？档案馆就是天然的保险柜，所以说这栋大楼设计的非常巧妙。纳兰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事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最近艾老板跟我说了一些东西，我觉得可能跟艾丽娜有关系。什么事儿？这几天他常被人跟踪，最近不是枪械管制比较严吗？嗯。他怀疑可能是雅典娜那帮人想找他买枪，要不你帮我帮他查一查。不用查了，是我派人跟踪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一直觉得这个艾老板有问题。我让他帮我找枪械师傅的时候，他居然跟我说那个人已经死了。我不信有这么凑巧的事。哎呀，这都是你的感觉。那你找到什么实质证据了吗？他在我面前一直表露出是很贪财的样子，但我之前给他开过一张支票，他到现在都没有领取。这不是一个贪财的人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吗？重点是我给他看过我的新型炸弹遥控器，他眼神很奇怪。明白了，这样吧，找个机会我跟他谈谈。好，你跟他谈谈。你跟他说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做事，之前他卖枪给雅典娜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。那是肯定愿意跟咱们合作的，交给我了。撤，我发现陶市长生病住院以后你比以前忙多了。那是因为陶市长把重要工作丢给我处理，所以就算他不生病我也比过去忙了很多。陶市长怎么能这样呢？自己贪图享乐，把所有工作交给一个治安部管带处理。怎么，治安部管带很丢脸吗？这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你工作太忙身体累坏了。你不懂那种生杀予夺都握在你掌心里的感觉。
有多痛快。东，撤！这么做。纳之顿，抱歉大人，这个我没有查证过，需要问清楚吗？真香啊。你别惹我，如果不是看在你现在做事情的份上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不会放过我？是我不会放过你吧。哼，我倒要看看到底谁不放过谁。撤！下！撤！你等等我！撤！撤！你等等我！你没听见啊？撤！您好先生，要点什么？给我拿瓶最好的酒。好的。我就先回去了，今天一定要陪我多喝几杯啊。那是当然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的。哎，你今天看着可真漂亮，皮肤真白。给我来杯蒙斯纳。好的，请慢用。让我亲一个。谢谢、啊、别害羞啊，来。亲一个嘛，推我干嘛？来，你干什么呀？过来吧，啊！放开我！先生，麻烦您放尊重点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懂规矩！哎呀，你给我小心点！这位长官，下人不懂事，您何必生气呢？快下去！不懂规矩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另找几个小姐，您挑一下。不要了。哎，酒量不错啊。讨厌。
里有什么人呢？你别疑神疑鬼的，吓我一跳。不对啊，可我刚才明明看到领事大人的办公室里有灯光。看错了吧？什么都没有啊，哪来的灯光啊？走。哎，等等我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把我收起来！真没想到，在遥远的中国，居然有人还记得我的生日。刘丽子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今天晚上是我的生日，所有费用我全包了。好。刘丽子，赏脸跳个舞吧。来，我们再喝一杯。跳什么舞？来来来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干杯！许军从法租界买来的冰激凌，可好吃了，快来吃一口。大少爷发脾气变得不理人了，本小姐还不伺候了呢，我走了。来，你要小天搞什么名堂？又种树苗，又庆祝生日的，搞婚外情啊？男未婚女未嫁的，谁搞婚外情啊？你别污蔑好人啊！你以后就是我老婆，跟别的男人乱搞就是搞婚外情。还勾搭日本人，你不想活了你？不要脸，谁是你老婆？人家送我一棵树，我给人家过过生日，怎么了？
这是什么呀？礼尚往来而已嘛。谁允许你礼尚往来的？你把口水喷我脸上，那你还跟那个生骨勾搭来勾搭去的呢，你谁允许的？我，那是工作需要，你明白吗？我得去接近他，你明白吗？狡辩。啊，你是吃我跟生骨的醋，所以拿小天来报复我，对不对？看我怎么整治你！啊，你干嘛？啊！敢不敢了？敢不敢了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！走，不敢了！小天是不是你的下一个目标？谁说的？还不承认？就算他是你的下一个目标，你也不可以轻举妄动。就要从他的嘴里面套取密码本的情报了，这个时候他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，懂不懂啊？懂了。什么都不跟我说，你等着，有一天我会让你什么都跟我说的。好呀，那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了，我等着。纳兰君，你来找我的？是啊。啊，没事，你们俩先忙，我等你们俩一会儿。你把。你想得出来拿私事儿当挡箭牌，现在可以说了。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！不过秋木说的也对，你说我隶属秘书处，有什么理由让他不听咱们的谈话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要查的毒气实验室的事儿有些眉目了。我发现了一个地方，很有可能就是雅典娜的伪装实验室，所以，我打算先带人去查一查，然后把消息带回来告诉你。好。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立刻销毁实验室。等好消息。你有意避开秋木，是怀疑秋木把博士北上的消息透露给雅典娜的？就是怀疑他。你说这事知道的人本来就不多，出行的人又只有琉璃子和千叶博士回来了，那告密的肯定就是领馆内部的人呢，不是你身边的，就是千叶博士身边的。小聪跟着千叶博士已经十几年了。千叶博士还是将军的时候，小聪就是他的副官。后来博士被调了职，小聪还改学了法医，坚持跟着博士。如果说是小聪出卖了博士，我怎么都不相信。这样看来，剩下的知情人就只有我和秋木，所以秋木的可能性确实很大。反正我觉得在那间没有抓出来之前谨慎一点比较好，所以我得假借私事的名义单独找你聊天来了。我又没说怪你。等忙完这阵子，我们俩是不是可以聊点私事儿？是该聊聊
有事儿，我来陪你练练好吗？日本剑道非常高明，但是你的空手技法却不怎么样。明明是你欺负人家新学的柔道，我连技法都还没有练熟，你就偷袭我。琉璃子，嫁给我吧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